哦，所以这个永远这个就没有。走你！哇！哇！妹子，继续推啊！对呀、啊。这是手动的吗？这个是？经费有限。那我不是跟着过去的呀？就川久志还在吗？回来怎么办？朋友，不信你回来一下。哇，哎呀，你哇啥呀？哇，九州哥，能不能把车推过来？那我这要怎么弄回去啊？你把推过来，就是。哦，真可以拉的。多多姐先上吧，这小女孩。走走走，走你。走啊！慢点，慢点。把我们车车推回来。好累，走。那我们来洗吧。我们能一起吗？怎么可以一起？我这么瘦。真的假的？你也这么瘦。行，那你往里一点。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？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？What is this? 等会儿，这麦克风有点进来了，行不行 ？OK， 别把头戳到了。对不到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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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差不多。哎，你们两个人一起来了。你看我真的很贴心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说你重，说我们在一起重。来，我们帮你一把。哎呦呦呦！你们两个，怎么都没想到是你们两个一起上来。等一下，谢谢。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。把灯关了。帽子戴了吗？可以拉吗？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，朋友们，可以拉了。我好像往你身上擦了一下。哎，你怎么不去了？没事，风可以自己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风可以自己来的。你前一句。我可以擦一下。来，能不能拉？你们上面有栏杆。你们两个大男人，好吗？大男人。等这个。上面有栏杆，你们要扶着栏杆，要用力扶。用力，要握住，要把手握黑住。啊！为什么要自己蹬啊？我自己蹬。啊！哎呦，你们两个真的是，不拉了，都拉不动他们俩。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你看这个时候戴着安全帽就很重要了，头不会被磕着，对不对？安全生产十分重要。慢点，慢点。